第十一题，各个国家电力公司将电力由发电厂输送至用户的过程中，为减少能量损耗，常采用何种方式输送电力？这个是我们老师上课讲过、强调过，而且也是考试考过的题目，就是在相同功率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如果采用高电压，那就会是低电流，那么就可以减少损耗。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为减少能量损耗，常采用何种方式输送电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高电压、低电流。